主料：冬瓜500克，辅料：油、大蒜、黄豆酱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冬瓜去皮子，切片，蒜瓣切片，做锅，放油，爆香蒜片，倒入冬瓜，翻炒至软，放黄豆酱，炖至熟烂，放鸡精，翻匀出锅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：黄豆酱有点咸，就不用放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